阿弥陀佛，大家好，这里是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第30集的播出，又是到了我们一起上课的时间，很多同门都说，这个上师来上课，哇，又是姜威凤很多同门慢慢的陆续上来了，同门说上师那个后面的画像，要不要摆在上面？要不要挂起来？我后面这个师尊，你们知道有多大吗？我告诉你，我后面这张画像比我人的身高还要高。那可能是他们那个有时候做法会的时候要挂在会场的样子，所以他们只能放在地上我在这个刚刚那个我的脸书有贴上。我跟这个画像的合照，那个回忆栏，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看看这个画像大概有多高多大。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等这个同门来，我们先，今天要介绍2首歌，那个感恩师尊，感谢师尊还是感恩师尊？好，今天的这个歌已经挂在我的这个今天的这则贴文里面。哎，你们可以看一看，感恩师尊，哇，我调一下音量，已经最大声了，好，听到吗？因为你，我找到了希望。
嘿嘿嘿嘿，哦，这个是冰果师姐那个做的词哈，那个感恩师尊，我们再听一首歌，也是很好听的，也是冰果师姐做的，嘿，然后翁不吝唱的，嘿，这个是也是一首请佛注释的歌曲，哦。你说你要走，眼泪怎么收？轻轻挥挥手，悠悠万古愁。不是不能留，有谁能解忧？无名将星宿，纷争何时休？请留下来吧，留下来，我相信有原因改造这个宿命。请留下来吧，留下来，千辛万苦相逢，相聚何其匆匆。请留下来吧，留下来，愿生一个传奇，创造一个奇迹。您说您要走，眼泪怎么收？轻轻挥挥手，一下万古愁。哇，这个歌也是很感人，对不对？好，今天呢就介绍两首歌，是马来西亚乐琴师姐冰果她做的词，然后有的是翁不吝师兄那个唱的。好，那在今天这个读书会，充满着非常非常温馨的时刻，好感动，对不对？第二首歌请留下来，是当初师尊在闭关的时候，弟子一直请佛出关，请佛注释，所以写了那么动人的歌。阿弥陀佛，你们都上来了，谢谢。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30集的播出，哇，已经一个月了，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所以光阴如箭，岁月如梭啊。这一个月我们每天抽出，几乎每天抽出一个小时来一起聚会，我觉得时间大概都没有浪费掉嘛，对不对？好，刚刚那个是他们唱的歌，我只是比一下感觉，对不对？我现在再重复一次哦，有的同门就留言说，那个上司哦，你那个后面那个照片啊，哦，后面那个师尊照片为什么不挂起来？你怎么挂？哦，他后面那个师尊的照片比我的身高还要高。嘿，我刚刚早上哈，现在是美国早上时间，我刚刚已经把那个照片哈跟我合拍，结果哦，真的比我还高，放在我的这个昨天脸书贴的回应栏，等一下你们可以去看好有多高，就知道我有多矮。师尊是巨人，嘿。我们是哈比的小哈比，真的很棒，一个月发喜充满，上帅好，身体健康，谢谢。哦，谈到身体健康哈，我可能下午要去买眼睛的药。木易哈，梅莲师姐，那个花粉啊，昨天那个有人在我那个宿舍整理啦，他也是这个很辛勤在工作嘛，在整理。哇，那个整理啊，用那个水柱喷地上，那个整个花粉气，那个空气的尘灰尘什么都喷上来，房间门齁，关起来齁，我怀疑那个花粉会穿透玻璃。还有那个眼睛都痒齁，一边睡一边想要抓眼睛又抓不到，等一下下午要去买那个眼睛的药，所以你们看到我今天眼睛有点怪怪的。我们都是阿比的齁。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师尊的文章，师尊的非常好看，
第几本？第134册文集，嘿，那个哦，这本书叫做非常好看，是真的书非常好看吗？对，因为有一本书就叫非常好看啊、哦，这本啊上面还有师尊画的这个鱼，有没有？哇，哇、哦，师尊画画好厉害。有一次我就跟师母在看那个师尊画的嘛，那个画画的原记档案，看了大概哇，2014啊、2015、16、17的师尊的画，师尊的画可以画得很彩色的，连太阳都有什么黄色的、紫色的、绿色的哦。师尊的用的颜色非常的大胆，而且哈、哦，师尊的画，我 有一次就跟师尊讲，师尊啊，你这个哦，师尊法相很庄严哦。记住哦，后面那个画像是那个高度是比我还高的啊。那我有一次跟师尊讲，师尊你那个画画哦，你看哦，画这个鱼有没有？嘿，是不是很大，对不对？哦，很漂亮，很鲜艳，对不对？哇，师尊你那个画画哦，啊，也画鱼，也画鸟，也画虫，也画人，也画山，也画水，哇，人家都是专精一种，师尊你怎么每一种都会？是像哦，就像师尊写书，对不对？道教的书也写啊，对不对？显教的书也写，密教的书也写，旅游的游记他也写，还有时事评论他也写。哈、啊，好、哦，高矮胖瘦不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啊！谢谢，哎、这个很重要哈、哦，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本书哈、哦，你绝对看。看很难看到说，很少看到说，师尊对于这种时事评论可以跟佛法结合，用佛法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的局势跟事情。嘿，所以呢，我今天就选了两篇，好，也谈复制人，复制人。哎，如果哈、哦，以后那个哦，师尊是万能的，哎。啊、哦，日本法师哈，莲井法师，如果，这个以后科学发达，慧智天生修佛果，精心清净求诸离，谢谢哦。上乘密法度群生，师承真佛万古传经啊，谢谢你的鼓励。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以后这个科学家说要复制人嘛，对不对？哦，那复制。你们想复制谁？把我们师尊拿来复制？哎，这个生活中就好几个师尊，然后一模一样，长这个样子。然后你不是很想师尊吗？那五百万弟子，五百万个师尊，一个人家里面装一个师尊，然后常常给你灌顶加持，不用大老远坐飞机到美国西雅图，哇，该有多好啊！我要定制一个，你们要不要定制？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啦，对不对？好，所以今天这一篇文章也谈复制人，嘿，就是说那个现在有很多国家，师尊写到说。很多国家禁止立法设立复制人，因为会讨论到伦理问题啊、道德问题啊。但是还有很多科学家已经在做秘密的实验了。自从复制猿猴啊、复制山羊、复制牛、老鼠成功之后，那中国政府也准备复制熊猫，把它 copy， 可以挽救一个物种的绝种。哇，他们说。我最近看了师尊早期成功者的真言，感觉离成功不远了，挺励志的。哇，哎，这本书我还没有嘞，哎，正火博瑞上应该有吧？哈、哦，要我们这一家要一个师尊，订一个 ，order 一个，不知道一个多少钱？跟你开玩笑。哎，我不过、哦、昨天吃饭的时候听他们在讲说，早期那个印尼复制一位师尊，白啊。那个他们在讲说，诶，那个印尼啊，早期的印尼因为比较贫穷，有人在他们在讲说呢，莲赏啊，澳洲的莲赏上师做了很多的善事，其中一个就是说在印尼的地区，因为他很贫穷，所以呢好像在卖小孩，一个还卖多少钱？500美金，很便宜，不过买了还要养，他说已经就是从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方式
哦，也领养了十几位，现在都长大成人了。哦，印尼的联赏上司做了这个善事，我听他们在谈，哦，所以这个人口过多，还有养生的不知道怎么养育，哦，那这个复制人，好了，我们再来谈这个复制人的，哦，所以呢，这个师尊在文章上写说，报纸上又登复制人也有广告，嘿，指明只要出得起价格，就来给你一个复制人，嘿，那就可以买到什么人？复制人就拿一个人的细胞，那 copy， 好，哦，慧君也 copy 一个，师尊 copy 一个，师母 copy 一个，你们 copy 一个，又一次 copy 好几个，嘿，你们有看过复制人的电影对不对？哇！啊，报纸上最后说，不论世界各国如何立法禁止，哦，复制人呢将是科学的趋势，哦，然后那个时候师尊就写说，再过几年，哦，复制人将会出现，然后科学跟宗教的战争就要开始的冲击啊，那个争执这个科学跟宗教的争执就会到了极点。在宗教界呢，是反对复制人的声浪相当高，赞成复制人的就会比较少。那读完这篇报道，师尊呢就，哦，想一想，用佛法的角度怎么来看复制人。关于复制人的事情，哦，我查了一个，哇，英灵券，哦，感恩师尊，多谢慧君上师一个月辛劳分享，祝愿大家能够多读师尊的心，修持得力。我也是在分享中跟大家学习，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一起成长。关于复制人，哎，我们师母也有写一篇文章，哎，早期师母的文章，哎，师母的文章，哦，短短的，可是呢都很切中要害。如果你去官网查，或者查四个字莲香水笔，莲花的莲啊，香味的香，哈，哦，然后随顺的随，笔就是写字那个笔，莲香随笔的专栏有很多师母的文章，他也是写得很好。他关于提到复制人，哦，师母讲说，自从俄国的乐冈州动物研究中心，哈，哦，那第一次以胚胎移植的方式成功的复制了两只猴子。这个消息呢一公布呢，轰动一时，造成世人的那种，哦，空前的震撼，而且呢开始分析它的经济效果，经济利益怎么样，然后呢对于这个复制呢，哦，很多报章杂志也写了各自的意见，但是多数人也是反对复制人，哦，也有人说是选择知识高的人物来复制，提升人的品质。就我刚讲说，把师尊拿来复制，看会怎么样？不要讲出去。我们到时候如果有人复制，我们一个人定一个，有没有定两个？顺便教你的小孩，阿赞。然后呢，就是说人的品质，例如科学家、总统或被公认的重量级的人物。复制总统比较麻烦，因为那个总统现在都师母的文章写得很棒，现在的总统你们自己看了，然后呢复制人最好的时机，师母也有他的看法，他说复制人最好的时机是在世界大战之后，人口比较减少，那为了让人口比较快，他说有复制，或者说，但是呢复制人啊，师母也想到说复制人的话会不会仇人满街走，哦，债主满街跑，哦，那这个他有想起一个问题来请问师尊啊，关于这个复制人，师尊你有什么看法？好，师尊有开示，哦，复制人是佛法中的分身，我昨天在讲分身嘛，本尊对不对？好，哦，我也要复制师尊，但丁呢，哦，那师尊讲那个弥勒菩萨的唯识大神变，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变化身，还有每一尊佛的千百亿化身都是复制。我，哦，那师母听到师尊讲了，哇，也是讲说师尊也是
复制人，其实世尊早就是复制人了。他说世尊也是分身无数度化众生，也要同时亦多化身妙哉妙哉，所以谁是复制人，对不对？我们人间有师尊，天上大白莲花童子也是有师尊，其实他们早就自己 copy 了，自行复制，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人间只有一位，其实天上就很多，对不对？哇，你有师母的书活得更精彩，对，师母的，还有说师母还有一本什么佛法是美容师，是不是？哦，昨天呢、啊昨天师尊也赞叹我们的师母，然后礼拜天护魔法会赞师尊好了，师尊很可爱，穿法不枯燥，是师尊还是谁？对啊，师尊穿法不枯穿法不枯燥，还会说笑，让我们专心看法也修法，赞哈、哦，对不对？师母说那个不是师尊礼拜天的护魔，就讲说，看师母越看越顺眼，呵呵哦。那师尊呢也讲了很多次啊，他说那个其实师尊很照顾师母，睡觉之前啊还会师母睡觉之前，师尊还会帮师母结界，请大力金刚结界，请不动明王结界，哦。师母其实感情很好，也是师母。从来没有睡午觉，不过师尊讲只有慧君跟莲雨在睡午觉，慧君睡大沙发，莲雨睡小沙发，我们两个小哈比啊。那我说师尊你怎么知道？师父当然知道，复制人太多，哇，同们复制太多相同的人会很无聊。师尊今天唱好想你，我也很想很想师尊，太幸福。你看过师母的文章。好，那关于复制人呢，师尊是怎么想的，我们再来看，非常好看哦，也谈复制人。所以呢师尊他就把他对复制人的看法用佛法的角度来跟大家谈一谈。好，师尊讲什么，在这个他说打开佛经啊，最初佛陀在灵鹫山说法的时候，曾一刹那到了哪里，香巴拉佛国净土传授十轮金刚法、哦、然后呢，所以他也讲到我们熟悉知道的观世音菩萨也有32的应化身变化身，这个好像他写然后33、啊、一个写32，那两个版本应该是32应化身嘛，有时候可能印错了。那师尊要讲到卢舍那佛也曾经是、哦、原来师尊呵呵早就自复制人，好多莲花童子分身变变千百万亿个、哦、化身来度众，感恩上师、哦对啊，这个、哦、我讲的都是师尊讲的嘛，对不对、哦、Kitty Yeah 你要的那个 YouTube，昨天的 YouTube 版我已经贴给你了，在昨天你留言的地方哦。好，所以呢卢舍那佛呢在梵网经里面，他也是刹那间变很多的什么千百亿化身的释迦牟尼佛，对不对？我们在唱清净赞，对不对？清净法身佛，清净法身佛，对不对？后面有个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原来他们早就是复制人，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现在科学家还在讲复制人。其实佛教啊，佛天上的佛菩萨他们早就是复制人了，我们是已经是最晚的消息。哎，你们有没有听说那个其实佛法很科学的，还有那个有人告诉我什么传真机是谁教的，还有电脑是谁教的，听说是外星人教的。那师尊又写一篇啊，佛陀是不是外星人？你们自己去想看看。所以呢在宗教界里面，他最早提到本尊及分身、哦、不只是佛教，道教也有，还有印度教啊，保护神啊，对不对？创造神啊，破坏神，他们都有分身。
还有基督教啊，圣灵、圣父、圣子，他们也有分身嘛，三位一体，全部都是复制人。我们现在的人类才在讲复制人，哦，所以呢，诗人说，我个人认为，只要深入佛典，科学家的复制人在佛经早已经，哦，明白的表示，那就是本尊及分身。佛经的记载不可思议，而人类今天的，哦，复制人果然也是不可思议。哦，这个是没有所冲突。哦，关于复制人，哦，我帮大家还找了资料，嘿，所以佛法远胜于科学，哦，这个纷纷讲的没有错，嘿，你知道这个人啊，哎，我今天在我的贴文，今天的这一则贴文里面还有谁提到复制人，哦，谁去问谁复制人你知道吗？师尊有一天啊，他跟那个大梵天王对话，因为我们都讲说啊，那个什么人都有定数啊，有宿命论啊，对不对？一饮一啄皆是定数，复制人如果复制不好的时候也会伤脑筋，万一缺陷，哎，有复制那个什么人的什么，我有看过一个图片呢，真的呢，一只老鼠上面有一个人的耳朵，哎，哦，贴着人的耳朵，因为要复制那个耳朵给人。婚丧师也可以复制，作词作曲唱歌也好，长得也很漂亮。我老了啦，谢谢传法华喜，因为你很漂亮，所以我看我也很漂亮。佛法法号是科学无法证实的，对啊，上师好，哎，廖师姐，谢谢你的开始，哎，谢谢你的开始，谢谢你的鼓励。好，那么呢，师尊曾经跟大梵天王谈人的定数。到底我们人是宿命的吗？有人说人啊，就是命运就是天定的。有人说人，可以改变命运，你只要努力的就可以改变命运。到底是哪一个对？哦，师尊呢，有一天他就问大梵天王说：“哎，人哦，是不是就是天数啊？哦，人生的路是什么？”大梵天王说 ：“Program， 因为 program 程式。”哦，你们以前有学数学嘛？毕氏定理，对不对？哦，这个嘛，怎么样？西塔、贝塔，一些方程式。人生之路啊，在大梵天王的眼中，就是一个方程式，一个程式。哇，那个程式的组合就是人生的命运吗？大梵天王说 ：“Yes， 哎，bingo， 这是我加上去的，没错。”程式跟基因就是每个人 的命运，如何知道每一个人的命运？大梵天王说，解读基因及程式，哦，的密码，就是佛教里面六大神通里面的宿命通。哇，文殊师利菩萨在佛陀结下安居的时候就复制很多，哎，对，现在大家都来谈复制人。原来我们人都是基因的，人都是有程式的，人都是有密码的。哇，复制华佗回来，上次晚上好，下课赶回来听分享。哇，谢谢你哦。我们现在在谈复制人。好，然后呢，所以解读基因，大梵天王竟然啊，大梵天王是谁知道啊？我们都知道四面佛，四面佛是谁？嘿，就是人家宗教讲的上帝阿拉。他们的别称，对不对？他是在色界天，我们有欲界天、色界天。好，色界天里面有大梵天，嘿，那所以大梵天王他创造在基督教里面啊，旧约啊，他就哇，观世音菩萨分身，千手观音、阿龙观音、如意观音，哈，四臂观音，哇，很多的观音，对不对？哦，很多。然后科学界复制人是违反大自然的，会天下大乱哦。对，好，但是宇宙界其实佛菩萨为了普度众生，他们本身就是有复制的。那再大家再看看大梵天王对复制人复制的态度怎么样，人的命运怎么样，因果怎么样，哦，就讲说解读基因程式密码的，哦，最基本的就是啊，他这个最厉害的就是佛教的六大神通的宿命通，宿命通能够解读这个人，哦，或所有人的程式密码是怎么样的变化。嘿，那师尊讲人是什么组成的，大梵天王说人就是
这个细胞组成的，就是基因组成的，这基因跟细胞组成之后就变成一个赤裸裸的人，哇，那有没有缺点？大梵天王说这个当然有，就有眼无珠，有耳朵就乱听，有嘴巴就乱讲，那个大梵天王说这个还是有缺点的，所以人心难测。那这个世尊在问大梵天王啊，说每个人基因如果是哇，这个人讲什么？不会多复制一点，将来会手很多手脚帮忙，那将来多复制虚以心，多多帮自己，所以呢世尊讲说那每个人既然是基因成事，对不对？那应该就是说应该有好的命运啊，有好的安排，对不对，甚至吃一个饭喝一口水，用什么香水结交朋友都是有命运的安排嘛，那怎么能够怪人？那大梵天王说基因也是定数，程式也是定数，基因程式也是密码，密码也是定数，所以每个人的呼吸、运动、身高疾病、遗传，各个的你所遭遇的全部都是定数，一饮一啄都是病，都是定数。但是大梵天王也讲一句话，他说密码是可以改变的，可以用修行来改变。好，我们这一生呢充满着细胞程式，对不对？你过去的基因啊程式啊变来变去，产生你这一世的定数。那我们这一世有很多的密码，这一世的很多遭遇都是过去的定数程式，造成的密码。但是这密码大梵天王说可以改变，借由修行来改变。这样你们得到结论了吗？所以既是定数，但是密码可以改变。好，复制到人，但复装不到因果，只是行师一句，任国智者操控。好，谢谢你娟 listen。 好，这样子修行呢，所以世尊就问大梵天王修行是什么？基因变成完美无缺无苦极乐光明无碍上升天界。所以我们今天读此书，我们今天修行就是在改变自己的基因，改变自己的密码，把密码再调整排好一点，以前乱七八糟的密码现在把它改好一点，修行改变命运。因果是不可思议的难思议，而遗传基因也是不可思议的难思议，祖先跟子孙的血脉相连，这大梵天王讲的也是基因传来传去轮回不休，子孙子可能再转世成自己的曾孙，这就是遗传的基因，那师尊问大梵天王，那疾病也在基因之中吗？大梵天王说 Yes Bingo， 这是我加上去的那人的身高人的身高长短矮瘦是不是活跃还是文静也是基因吗？大梵天王说是的，修行可以改变定数。难怪有一天师尊就讲慧君的细胞是圆的而且短的圆的，上次如果修出法身佛报身佛也会复制吗？那就本体啦，法身佛就是本体啦，所以原始的，等一下，最原始的宇宙状态也是本体嘛。那报身佛对不对？那释迦牟尼佛因化身报身，他也是复制很多嘛，都是可以复制的，如果我们心存善念复制出来的人也是心存善念，那世界就很美好吗？复制人会不会心存善念？不一定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什么不一定。密码可以由修行，改变经，密码可以由修行改变，没错，今日京剧的精华莫先亮。好，我们再来看那个大梵天王最后的结论，因为这个平板，字跳来跳去。好，大梵天王甚至想什么战争也是，包括战争，那你说人的细胞长，生出来就长的，人的细胞短生出来就短的，像我是属于细胞短的，人的细胞比较活跃，那这个人就比较活跃，那人的细胞呢静静的不想动，这个人也是不大想动，所以
人的某部分的器官先衰竭，细胞器官先衰竭，那个人的病就从那个器官开始。道心稳若磐石，然后呢，心境毫无杂念，所谓道心如何作病。好，所以呢，人有人的基因啊，大梵天王讲，动物也有动物的基因，哎，哦，哎 ，Joanne，Joanne 是不是？肉，嘿，你好。那所以呢，人也有，连地球也有地球的基因，好，有形的有有形的基因，还有地震、火灾、水灾、风灾，全部通通有基因、有密码的，哎，哇，哦，阿燕还有李瑞明，嘿，你们好。嘿，刘哦，那个吉隆坡师姐说，那修法改变细胞后可以减肥跟增高吗？哎，要控制食物跟运动，慢慢的哦，或者去韩国整形，复制人也会起心动念，所以因果不可思议。对，复制人的心念它是会变化的哦，所以你看哦，大梵天王是不是很厉害啊？哦，所以解读基因的密码，你说战争，他说是一种克啊，克星的克，好、哦，好、哦、是一种煞，好、哦，在时间跟空间的愈合之下消失。战争也是一样，战争也有战争的密码，哇，哎，人类不管复制细胞、复制器官或复制动物、复制哎的东西，哈、哦，都要有精子跟卵子。去采用基因移植，人类要复制的话是一种基因移植的作用。嘿，那想想看，万能细胞也有基因，嘿，所以呢只是基因好一点或者不好一点。哦，最后师尊就是有请问啊，复制人有没有伦理道德？最后大梵天王说当然有，是谁的精，哦，谁的精子、谁的卵子、谁的细胞，虽然百分之几又谁百分之几，综合起来原本单纯伦理变得比较复杂。我们可以知道复制人是你百分之几的祖父，哦，如此而已。那虽然讲说原来这个宇宙是大基因，我们个人是小基因。好，这个是关于大梵天王对复制人还有人类，哦，基因，哦，程式密码的这个看法，哎，他的很深深的开示，哦，我感谢师尊，也感谢大梵天王这么精辟的对话。那我们再看这个非常好看里面到底复制人，你复制，假设你复制了，嘿，会不会灵魂一样，哦，刚刚那个同门讲说，哎呀，那个这个复制人的心怎么样，对不对？他灵魂会不会一样？我们来看师尊讲的。哇，对啊，声音很洪亮。你说我昨天睡得好辛苦吗？因为有人在清理我们住的地方的庭园，还有那个眼睛又过敏，嘿，然后那个鼻子也是过敏，嘿，你们有没有到美国那种到那个花粉症？你知道什么叫花粉吗？哦，这边真的非常好看，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花粉吗？哇，剩25分钟，花粉，因为美国是干燥的大陆型气候，我们台湾东南亚空气比较潮湿，对不对？所以就算有花粉它也是被压下去，可是干燥型气候那个花粉是飘在整个空中，而且非常的微细，而且还怀疑那个花粉会穿透玻璃进到你的卧室，而且睡觉的时候那个鼻水真的会流，哎，眼睛会很痒，然后早上起来耳朵会很痒，哎呀，要吃药来控制。那个眼睛，哦，你看现在眼睛有点红红的，早上起来眼睛还有点红红的，不过你看我声音没有变，但是他的那个症状，因为他会有一种流鼻水、打喷嚏的症状，有点像感冒，啊，其实是一种过敏，嘿，嗯，所以我昨天就吃药，不过今天精神还不错啦，谢谢大家，嘿，好，我再看，对啊，花粉症，没办法，每次6月份来西雅图，我一定是花粉症，上次星光生也是复制，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有传到这个那个星光身嘛，哈。沙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个关于修行的问题。虽然师尊的书都有教，哇，水有喝很多啊，有啊，有喝水，哈，哦。有人说没有中国花粉症，他说同门问说，虽然是哇，不断的有人留言，哦，等一下我看前面的同门的留言，他写什么？
请问有个关于修行的问题，虽然师尊的书都教我们入而我入，进入虚空，之后融入虚空，可是每当我修法到这个步骤，我入融入虚空，我感觉卡住了。哦，你看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卡住？花粉飘随风飘入屋内，那个窗户关起来，我怀疑那个花粉也会进去耶。哦，假如我去会更严重哦，真的，那个眼睛早上起来那个眼球眼白那个是红的，而且很痒，很想抓，但是抓不到，只能用水冲。那有时候用那个金霉素给它擦一下，可能下午晚一点要去买那个 allergy 啊，花粉就是那种敏感，英文叫 allergy 的药。那这个同门讲说入我我入，我入之后你就卡住，卡住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你禅定的时候气阻塞的问题，还是冷的问题，热的问题，还是有色有重的问题，有八触的问题，八种触觉问题。如果是觉得说身体里面有种种觉受，请看我前几天介绍的清风小雨这本书，清凉的清，那风，嘿，风和日丽的风，大小的小雨，有治过敏的药叫去敏定，夜间睡前一颗，看能不能买到，蛮有效的。我都有带一盒，嘿，那盒还是师母送我的，是很有效。可是德国的花粉过敏药很好，九月份就没有花粉了，都是在六月份。嘿，那没有办法，不过还能佛菩萨加持我，现在还能讲师尊文集给你们听，已经不错了啊，对不对？还是要很感谢师尊哦，那种眼球痒哦，早上起来眼球痒到想把眼睛抓哦。那我们再来最后再来讲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哦。所以这个师尊讲到密教里面啊，万物都有灵性，对不对？灵魂要入胎见到父母交媾的时候，对不对？看到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做他们快乐的事情，然后你一高兴你就射进去。喜欢男的就入当女，就投胎当女的，喜欢那个女的投胎就当男的，啊，叫做投生中阴。嘿，补充刚刚卡住的问题，简单说，我不懂如何观想自己不见融入虚空。嘿，你就观想最透明的就好了，你去看水晶球是不是透明的，你自己就变成水晶球透明的，嘿，形体什么都不见了，哈，好，谢谢。所以呢，这个入胎我想跟大家探讨这个投身中阴，所以你如果没有修眠光法，没有常常有睡觉进入光明的境界，临终的时候，嘿，有的人他的禅定的力量不够的时候，他会看到什么？哇，男女在做快乐欢乐的事情，会被因为自己的习性也很喜欢那个性欲，就会被摄入哈。有的呢看到了动物啊，对不对？哎，看到了后面有鬼在追你啊，你跑去一个山洞跳下去，哎，你就变成动物哈。看到了飞机跳上去你就变鸟，看到轿子，人家抬着轿子你跳下去，哎，你就投胎进去，你就变成什么？变成螃蟹，螃蟹一呀，爪八个，两个尖啊，那么大个，眼一挤啊，脖一缩啊，爬啊爬啊过沙河那个螃蟹。你知道有个大师哦，他能够预知时至，对不对？预先知道，嘿，哎，他什么时候往生的那一种境界。有一天他告诉他所有的徒弟，哇，我的弟子啊，师父什么时候往生啊？哇，嘿，好，如果我入，是否先气？修气比较容易融入，到时候你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气的问题了。嘿，当然修气是比较容易融入。嘿，然后呢，这个大师本身他是可以，这个大师本身可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往生了。等徒弟都召集好之后，大家念佛，那这大师也准备要往生了。好，这是我听到的一个故事。那大师突然看到对面有一棵桃树。桃树好像很好吃然后呢，秀大师就走了，结果走了之后去哪里知道吗？当桃树里的一只虫在那边吃，被他大徒弟看到，他大徒弟也是有神通的，过去把桃树那个虫把它捏死然后呢，师父才上身上去，
所以有这样子的例子，这是我以前听到。所以你说投生中阴啊，投胎，就是说将来你临终了会经过几个中阴嘛，初中的中阴，初临终的中阴，如果明光没有办法摄入进去，还会有十相中阴啊，会有这个看到佛菩萨，还有金刚明王护法的。如果还没办法投进去，就是准备投身中阴，第三个中阴阶段啊，会有见种种的相。我刚刚介绍那种种的相，对不对？所以师尊讲说，哎，那个在投身中阴的时候见到男女互相欢乐的相，想要投进去，嘿，就会这个入胎成功，复制人就开始。其实你是你父母的复制人哦，爸爸的细胞多少，妈妈的细胞多少，对不对？好，也是啊，形象一层，灵魂见相欢喜，其贪念便入身受身了。好，那灵魂哎，为什么一定会进入复制人的身体里面？据师尊讲，灵魂漂泊世界，最渴望抓住一样固体的实质的东西，一见到这个实质的东西，岂不是抢着要入胎吗？所以复制人是不是有灵魂？师尊说，好，应该不是问题。如果说，所以以前我们有问过师尊嘛，说这个复制人如果真的复制成功，拿你的细胞再复制，拿慧眷细胞再复制一个慧君，这个复制的这个慧君会不会跟我一样啊？不一样，因为是另外一个灵魂进入，但是形象是一样，但是灵魂会不一样，心性也会不一样。师尊会出现挡住你的六道轮回。在礼拜天师尊的开示，对，我是我爸妈的复制。礼拜天师尊开示嘛，好像有弟子也问师尊嘛，这师尊，我临终是不是师父就是一直会出现救我？师尊意思是讲说，最主要还是要你自己救自己。修法完上来打招呼去持咒了啊，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要自救，自己要能够爬上来，然后师父能够念师父，你自己爬上来要念到师父，师父这个时候你跟师父的心相应才能够解救得到。好，这个是复制人的问题。好，我们接下来下一篇要谈什么？谈等一下我看一下题目，100多页，好，165页，所有的供养里面，我们是供佛、供法、供僧，对不对？供佛菩萨，哪一种供养是最厉害的供养？我怎么没有165页？我会不会找错？在这里，好，所有供养里面，供佛菩萨，对不对？供花、供果，供山珍海味，哪一种供养是最好的？哇，还剩15分钟哎！上次明光法很赞，梦中都是光明哦，对，很好哈，继续加油哦，师尊讲这篇很短，他说我这一生中首重真佛密法，那传对法供养，对不对？以真诚而无私的精神，来弘扬这个佛法的。师尊是一生之中都在弘扬佛法。那这篇的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有弟子说，因为这个师父，师尊这个师父一直在弘传真佛密法，对不对？时时刻刻行住坐卧都在弘传或者念咒，临终时上师本尊护法是关键的。对，那这样子的一个师父，却有徒弟跟师父讲说，师尊，我们要广度众生，我们要做财的布施，财的布施，所以现在的人间佛教啊，盖学校啊，盖医院啊，盖大学啊，盖电视台，用人间的佛教来弘传佛法，不是很好吗？有弟子就是跟师尊这样子推荐，说我们真佛宗呢，应该要只有做功德会，有弟子这样讲，用财的布施做功德，明显的财施会比较优越，财力集中，然后钱可以滚钱，滚来滚去，平时就念身咒、本身咒、护法咒，用钱来滚钱，然后宗派就会越来越大，
人家布施的钱进来，我们再把布施的出去，然后那个钱还可以生利息，还可以再滚更多，哇，滚很多很多，那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多，这样子呢才来弘扬真弘秘法，能够弘扬更多哈。那所以呢，师尊，我们应该聚集所有人的财的力量，好，拿来做慈悲喜舍的功德。哎，弟子呢讲说，财施比较重要，财施比较人间化，财施呢会更具有魅力。我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嘿，师尊想了一想，诶，我觉得师尊哦，同门讲新供养比较重要，对不对？嘿 ，Angel Fong， 那师尊，我觉得他说这个弟子讲的也很有道理，但是师尊哦，我觉得他比较客气，他比较疼弟子啊、好不容易弟子有跟他这样的建议，师尊也是用很谦卑的心哦，不会因为说他是师父。啊，你这个不对，这个怎么样不好，他不会，他还是用很谦卑的心来接受弟子的提议哦，来跟弟子讲，就算是弟子的意见比较比较短见呵呵、哦、不是像师父那么宏观，意见比较短，但是师父还是说哎，弟子讲的很有道理，好、哦、才是能够长养菩提事业。上师火化后骨灰全是粉白，是哪一个境界的、哦、骨灰全部是粉白，是不是舍利花、哦、要拿个照片来看，对不对、哦、这个像有舍利花，有白色的舍利花，粉红色的舍利花、哦、拿个照片来看看吧。慧心上师早安，唯有坚若磐石的静心，很久修持真弘秘法成就，才能超越基因城市密码。很好，身口意供养很重要。对，是佛的悲心跟愿力。哈 ，Dark Min Ju 哈，好，丹蒂娜。好，所以呢，师尊想一想，有道理。因此呢，真佛中才会出现华光功德会。好，哎，我们的华光功德会是很了不起耶，有香港华光、台湾华光，还有世界性的华光，对不对？有的华光功德会到那个偏远的地区，哎，给人家建水窖，哎，他们那个没有水，缺水，整个山区、整个城镇，哦，好几个地方，他们建了几万万个，大概五万个水窖，让人家那个没有水喝的也是有的，哈、哦。还有那个帮助学生读书的，帮助学生便当的，或者帮助学生奖励他那个能够有奖学金的，对不对？好，是佛的悲心跟愿力，心灵没有满足，超的供养反而适得其反。好，大家都讲得很有那个、哎、看法，捐米给偏乡的学生，到底我们是要用财物来赞助呢，还是要用佛法？上次我们也是在空中学校读书，好，上课不会要花钱学习智慧，谢谢你芬芬娟。好、哎、所以师尊呢也是讲说，他也害怕弟子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认为只有布施钱财就是佛法、哎、我是大家、哎、我要大家慈悲喜舍，更要认取真佛高度的精神境界。师尊呢说哦，那你做善事是应该的，但是方向也要准确，对不对？那个是方便的法门。哎，我昨天在 LINE 讯息社团看到有一个同门哈、哦，有个同门他贴出什么讯息？他贴出说那个某个显教的道场有六位法师。他们有做一些什么腌的食物啊，酱瓜啦，还是什么豆豉之类的，欢迎大家赞助。嘿，那我们的头门去关心中外的这个出家人弘法，关心中外的出家人他生活上的问题是很好的。那因为头门写说这六位法师哈、哦，也是非常的刻苦。哇，财师能长菩提事业嘛，哈，法师也能利众生。若能财法两能，只要发心能做到。好，以心说，其实钱还比较实际。对，在台南丹蒂娜，我看到了这个讯息啊。林明阳说护持三宝，我看到这讯息，我是赞叹说，对，很好，要自己精进的修行都没啊。我就留言跟他们讲说，除了你们去
赞助这六位法师，可以买他们的产品，也可以自己供养赞助他们之外，麻烦带师尊文集去给他们，哎，对不对？好、哦，说不定他从师尊的文集里面也有修改变命运的方法，好、哦，就不会有现在这样子刻苦的问题了。或者说从师尊的文集里面，对不对？修整那些禅定的方法啦，哲思的方法啦，哎，然后修气脉的方法，哎 ，Carol， 哎，对不对？所以我们除了布施，那你说布施，我们正佛中的布施跟别人家的华光功德会、别人的功德会的布施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那政府也会布施啊，也会救济啊，好，或者红十字会也会救济。那大家都在救济的当下，是展现人间的温暖。但是呢，我们是一个懂得智慧、懂得心灵，嘿，懂得如何超越的，哈、哦，一个真佛宗的宗教，我们的特色特点在哪里？上师四倍观音因供法改变命运，让债主变功德主。对啊，哦，你有修四倍观音法，它本身不但超度冤亲债主，而且会增加法财。上师送师尊的书是送智慧，对，真正的福分法师，所以佛法的法，布施的施，哎，所以呢，要赞助人家、供养人家很好，但是呢，再请再加上师尊的书。以前我在纽约啊，真我密法改变运，以前我在纽约的时候，我们有去，哇，很多同门的都有看法哈，这是一定要带师尊文集去，法布施很重要。哦，我先讲完了这一段，如果你们有参加你们道场的一些布施赞助，哦，也希望哎，哦，政府布施在做广告。哇，我觉得由心供养，简单的说，无论是钱财还是其他的供养，只要由心出发的一个真正的慈悲心，而不是一味要积功德或为了某种目的，就是最好的供养。哦，你看《金刚经》讲啊。师尊比较关心你回得了老家吗？好，大家都讲得很好嘛，很好的开始，谢谢。所以今天你们听了我还有师尊的文集里面提到的这些布施，我们其实都是可以鼓励的，值得去护持，值得去做的。但是呢，如果你们回到自己的道场，也跟你们的主办单位讲，麻烦再加上好师尊的文集，对不对？好，哎，你们不要把师尊文集拿去倒印哦，这本很好，我去印封面呢，这样土土的。你们还是跟大灯文化联络，他有一本比较薄的，大概一块美金或者三四十块钱而已。因为你赠送人家的书也要精美，人家比较愿意保存，而且有精编的。而且师尊有讲，师尊曾经在开示有讲，请尊重智慧财产权。好，如果你真的要去印的话也没有关系，你要跟师尊委托的周慧芳律师联络。好，那所以呢，在这个节目的后面，好，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要做慈善很好，那慈善呢再加上智慧，佛法的智慧，两个就圆满了，就是福慧圆满。所以呢，师尊最后讲什么，法句经讲，诸事法师圣，诸位法位圣，诸喜法喜圣。师尊强调法师第一，财师第二。好，今天就是这两篇文章，也谈这个复制人，还有谈这个法师第一，佛法的布施第一，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在今天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或者白天的工作，能够有一些更不一样的想法。你也可以把我们的今天的讨论，请问上师，佛菩萨来引王者时释放强烈的日白光，强烈的光才对，强烈的五色光都对，有的如果你请阿弥陀当然是强烈的红光啦，对不对？有的是蓝光，你请护法就强烈的蓝光，强烈的五色光才对，淡色的光是有毒性的。哇，谢谢上师开示啊，谢谢你。供养法可以让众生慧命延续，谢谢大家的鼓励。
所以最后呢，我们再跟师尊一起唱南无阿弥陀佛。好，过年送礼加上师尊文集就好。哎，对。法真的很殊胜哦，大家的留言都很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心跟着师尊的心，我们的心跟着师尊的佛法，我们都是莲花童子复制人。世间世事世间财，有财可增加强度。同们的留言啊，谢谢大家，下次继续收看。哇，同们都继续留言，大家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欣赏大家彼此的看法。好，这个就是我们读书会的精神哦。好，明天见，再见，爱斯德鲁跟师尊啾咪，师尊谢谢你的书，谢谢你的开示，让我们全部收获很多。师尊，我们愿意当莲花童子复制人，啾咪，爱斯德鲁，呀比，还有一个布灵布灵。Bring, bring. 好，再见，很高兴。好，关掉了。